不，你别这样，我憋不住你。皮鞭放这。我家老伴这一次来江西真的是伤痕累累，手缝了4-5针，然后呢，昨天又发烧，躺了一个晚上。不过挺好的是今天好了，没啥事了。不然他如果病倒了，我感觉我一个人也搞不定了。现在陪着老板去换一下药，还痛不痛哎？痛哦，还痛啊？痛哦，痛痛也没有用，你跟我叫也没有用，还好痛，都3-4天了还痛。痛，我这个手当时也痛了3天，痛了3天后面就痒了，然后现在多长了一块肉，好大一块肉在这上面。你面按下去还是痛的。你那是一层皮，我这是一大块肉。我是不跟你比这个没有什么好比的。走了，我们昨天说好打算把这个鱼塘干了，本身它也没有什么水，然后里面有好多鱼，大鱼就抓起来吃，然后呢一些小鱼换到那个鱼塘去。那里还有个鱼塘，都两个都没有啥水。这个山后面呢有一个鱼塘，他们打算去租下来，到时候如果躺好了住下来了，这些小鱼抓一抓，那边放一点，然后呢可能大一点的鱼就放这里，把那些小的鱼放到后面去，以后过来了随时都有鱼钓了。这里面应该他们说还有河蚌，之前每次干塘都有河蚌，到时候干塘的时候下去看看，买几条水库去。太可怜了，还要等一个多星期才能拆线。冬子那天是那个没电了，今天没带灯，现在又在上面黑灯瞎火的，自己一个人在那边唱歌，他也真牛。现在又得给他送灯上去，走，来。装猪了吧？你们送个东西用这么大个车吗？装猪了，他今天说人家冬子看把里面好像装猪一样。你们今天用这个送的是不是？对啊。哎，出栏了，出栏了。我能收回我下午的话吗？出栏了。我都不知道发生了什么，我下午自己讲完的话，现在自己被关在里面了。走了。我们今天晚上把菜都吃完了，只剩下肉之类的。也都是因为加个餐，木耳炒肉。辣椒不辣啊，辣椒专门买辣椒不辣的来。我在，我要干什么？我要给小哥哥送吃的，上去给他。你这牛奶不要吃那么多，好不好？啊、哦，不要喝太多牛奶啊，等一下肚子不舒服啊，大晚上了。喝一点点就可以了。他们做的那种豆腐量很好吃、啊、哎呀，被我夹的。然后这个鱼也给他搞一块，每天都给他养的肥肥的，这个肉也给他搞一点。哎呀，冬子会不会怕呀？天天这样子给他整。好了，大天雷，傻天雷啊！天雷看到刺猬又要跟着我们走了，不让他去，你也不要来，黑乎乎的，不要回去，不要过来，回去啊！每次走这条路，我感觉都像要了我老命一样，好累呀、啊，腿酸死了。大家说我容易吗？哎呀，命都快没了，一天爬4-5趟。给我安排上饭了，又是一大碗，再接一碗。我把那个紫菜汤淋一点在上面，你说了你喜欢拌。对对，喜欢喜欢。不拌我怕你太干了。行，换毛呗。先做饭。我又来了包。
你一天给他整上好几趟山，这车子。我告诉你，我绝对，我告诉你，回去苗条。脑瓜都大还小、啊？这个碗真的比他脸还要大。确定要来个盆吗？下次我告诉你，我拿个洗脸盆给他吃。说实话，我现在端他都有点沉，我端上来，我到现在我手都是酸的。来个锅，蹲着吃饭的吗？我只知道我回婆家，我公公婆婆，我婆婆还好，但是我公公都是蹲在门口吃饭的。我看一下小粉姐说什么。呼啦屎在头上，老人家才蹲着吃的，吃得完吗？吃不完。冬子不记得我是谁，我是阿姨，不是他不记得，他在吃饭，他可能公屏离得有点远，看不清楚。别笑啊！别笑，别笑啊！不，你别这样，我憋不住。皮带放这，不要你们。深呼吸，明天我买果来，我明天买果，深呼吸。你还好意思说？明天我买果，深呼吸几次？哎呀，我带着这一台在祸害别人。开始了，我动了吗？别讲话啊！不要讲话，噔噔噔，眼泪都快笑出来了。哇，170了。别吓他。他刚刚说他血压正常，这下一量，为什么跟我差不多？应该我的仪器不太准，应该是。估计是不准。我的坏了，你就想着说我的机器绝对是坏了。一量一个高。你说我们这些做自媒体的哪个不熬夜？别动我，哦，我不动，我不说话，我就静静的看在这里，噔噔噔的一直跳。你别笑，你别抖，我手机一直在抖，它马上就跳完了，真的。正常吗？87/141，再量就更正常。嗯，差不多了，你没事，80几，晚上偏高正常。显恒的不正常，我跟你说。显恒的刚才量了已经不正常了，还来？再跟显恒量一次吧。哎呦喂呀，我跟你讲，没有显恒上次在厦门量也不正常。上次他说他生病不舒服、哎。上次不舒服，这次舒服了啊、哦。草率了。深呼吸啊。哎呀，就是站也不高，就是也不是很高，对，不会。刚刚那个100几的话，那个低压100几，我是没有量到地方啊。对，不对，量错了。没有，刚才显恒怎么说呢？显恒说刚才量了100多，显恒说这不对，你这个奥里怎么量的？那刚才我量到这个弯弯这里，我们量到这上面了。对，没错。明天早上集体再量一遍。草率了，草率了，睡觉。